不追着你了，你可以去追他呀。难道你不喜欢他吗？念白羽，把叶希雾给姑拖出去。千言万语在喉咙滚了又滚，如血沫覆杯，站在其间下沉。虽然没有变少，可怎么也没见变多呀、难道是我陪小魔神的时间还不够多？哎，这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你这是要上吊自杀？我怎么才能让谭台静更喜欢我？我就知道你每天在他面前这么晃来晃去是没有用的，你从明天开始就躲得他远远的。男人嘛，你不理他了，他自然就会往上贴了。啊，可这样不会显得很卑鄙吗？你到底是想吊他还是真的爱他呀？我肯定不是真心的，可我得让他喜欢我，越喜欢越好。那不就得了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什么时候才能凑齐九颗？不然，试试天然所说的方法吧。以退为进，说不定就会有进展。陛下看我合适啊？那半日的假期到底什么时候兑现啊？今日唤你前来是有事想要请教，若答得好呢，明日便不必当值了。好啊，你快说。哟，这天底下还有能让你难以启齿的事？说说吧。叶希雾已经两日没来御前伺候了。什么？你想他了？叶希雾身为御史，吃着朝廷的禄米，难道不应该恪尽职守吗？那你去找他呀，找我干什么？我走，忙死了。站住！前几日他告诉宫说喜欢宫，所以才愿意每日准备食盒送来，如今他不来了，难道就不喜欢宫了？大概是吧。我以为他喜欢待在宫身边。天哪，你们这些臭男，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？我问你，你想让人家每天老妈子似的在你身边伺候你，喜欢你，你呢又为他做过些什么，送过什么礼物，说过几句嘴甜的话？你看这不就清清楚楚了吗？不过啊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所以我该怎么做？他不追着你了，你可以去追他呀。难道你不喜欢他吗？我
我可以喜欢他。